来行过117粒，这段就是结尾啊。结尾佛陀搁再用一个相机对头前去，迄、那个灯形吼，来这搁再重新叮咛交代安尼啊。逆时世尊欲用善处意，而说机缘，清净非动机，圆满菩提性，无处亦无境。无菩萨众生，各无比各时，暂处有差别。众生为界外，菩萨为离隔。入地应即灭，不住一切相，大觉色圆满，名为遍随顺。啊、哦，末世诸众生心不生希望。不说如是人现世即菩萨，供养行三佛，功德已圆满，虽有多方便，皆名随顺地。来，对头讲者吼，这个佫再我简单解说者，因为这段叫做方向，方向就讲头前的灯形已经讲了，啊，即嘛扣重点起来，佫再讲一遍安尼，扣重点啊。所以这个是五字，五字生一句。伊即马佛陀要重宣此句，他说出的下面这几首、这几句偈安尼。伊即马先叫一句清净非菩萨，因为这段这种的清净非种嘛，哈，是清净非门的，所以伊即马就以清净非做主体，对吧？清净非菩萨讲，你应该知影。咱众生本有迄、那个圆满菩提心，就是迄个本有的圆满觉、圆觉性安尼。就是咱人迄个自性哦，本来圆满的迄个菩提心、自性、自本性，无处亦无境。这个无处的讲啥呢？不是因为修，你才会圆满，嘛不是因为你有境。较有圆满安尼，所以即句叫做无处，就是讲无修，嘛无所谓净不净安尼。但是即个有处，就是因为对众生讲的，啊那是有净，我那对众生讲的，因为要教众生的，所以教众生讲你一定要接触即个随顺觉性安尼。哦，接触随顺觉性，就讲修学中一定要随顺觉性，较有可能净。这个是对众生讲的，但是唔过咱人迄个圆满的菩提心，唔是修无修，净无净，嘛无所谓菩萨甲众生的分别，因为菩萨和众生同等安尼，安怎样吼？但是这个。是安怎样众生未觉阿佛觉菩萨讲呢？伊讲这个觉悟未觉吼，当然是暂处有差别。暂处就讲，因为有那有一个修甲不修的差别，有这个暂处差别。比如讲，今仔日头前佮讲的迄、那个未凡夫，甲已经有要修的凡夫，安尼都有差别。但是有要修的凡夫含这个。地藏菩萨有哪有差别呢？啊，地藏菩萨和地上的菩萨有哪有差别？哦，这个就是有哪因为修甲无修，事实讲有哪有差别？这个叫做暂处有差别。哦，啊那无事实是无差别，无所谓菩萨性，也无所谓众生性。但是暂处有差别，但是众生为界外，这个界吼。这个界叫做见界，因为众生受到这个见界所阻碍，因为众生有一个两种问题哈，众生哈，众生有这个人我见，啊个幻我见。
这是人我见吼，就是个积善，积迄个个无必修行的凡夫，无必修行凡夫吼，对这个身躯、干我所有真济的个别看法难。哦，这个叫做人我见。那么这个就是要讲啥？讲已经有必修的凡夫安尼，有必修的凡夫，伊唔知讲要安怎样随顺觉性。咱是随顺觉性，因为伊都无。无读到这个如来经藏内底要教咱修的这个方法，吼、哦，所以即马有诶是看一挂，啊，就接触啦，接触。那么这个叫做幻我见，准接触掉咧，这个叫做幻我见。啊，有一种是啥？迄、那个浅提性诶，迄、那个有那有种叫做幻我见，但是集下法为主，迄种那叫做幻我见，吼、哦。啊，个另外一种叫做五见甲法见，五见就是心见，法见就是一切事相的执着安尼。所以这个是分啊，但是这段是给讲众生的这个界见解哦，个人的见解看法，所来障碍。哦，障碍就是等于伊无可能随顺这个觉性的去进修。哦，即马这个两句的意思就是讲安尼啊。这个叫做界界，啊，不过呢，可能是这头前这些众生，因为这三句话是个指啥？菩萨众生各家未觉，所以地下面这句话就讲，知地前的菩萨，哦，地前的菩萨呢，伊有哪有一个接触？就是讲，伊今日修学，就是为着要觉，伊接触迄个界甲觉安尼。哦，啊，这是安怎？这是渐处修，而且必定有诶，而且过程。今仔日修行，咱着明理知影，就讲菩提觉性，本自圆满，本自具足。但是本自具足，这是明明知影咧，啊，明明知这里是啥，属于文字之见，唔是你今仔已经开悟，开悟自性了后，讲你今仔已经知讲本自具足。哦，本无性灭啦，唔是你开悟的代志，所以你今仔日闻爱有讲，我如何达到这觉性诸法本空，而这个实相，所以这个就咱今仔日伫这个阿弥达到最圆融的境界，一定闻到存这个心安尼。哦，所以我有甲咱讲过嘛，因为迄个地藏菩萨，你若是无相当的这个个研究体会修持，你要达去你地上困难嘛。地藏菩萨是安尼，所以打起嚟叫做觉，啊那阿弥打起嚟叫做未觉，所以今嘛这句话吼，菩萨未离觉，打起嚟较叫做觉，哦，啊但是未打起嚟呢，阿弥打起嚟正无相反咯，阿弥当算觉，但是有一个叫做渐处哦，渐处已经有体会，譬如讲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无向，为这个诶水准当中无啥相像，哦，但是已经今嘛这句话就讲菩萨未离觉。现在顶冠这句叫做入地应即灭，现在这个入地就讲已经入到这个地上菩萨的入地，这是头前有讲过吼，头前几段人讲，他体会知影，咱人这个幻觉的菩提心是本来就即灭啦。那么这句即灭就讲本来无生无灭的意思，哦，本来就即灭啦，所以现在地上菩萨伊就无自相。修甲无修是顺因缘，度甲无度是顺因缘。无直讲，我今仔一定无要无安怎袂使一安尼，无安尼。哦，不过咱今仔是袂使安尼一下，我讲真正哈，咱一定爱是头前爱等下用功。但是即马下面即句大觉释圆满，即句话就已经佛德。佛德叫做大觉，即、这个佛德较会当大觉，较会当圆满，所以达到圆觉，哦。他达到这个圆满的觉性，哦，就是贪多啊，贪多这几项，头前这款就是随顺觉性安尼。但是即马这句话是大觉的圆满，甲随顺达，他达到圆觉，所以这个叫做遍随顺，哦，迄、那个是已经真真正正达到圆觉的水准。即马下面这句讲，我世诸众生，即马这句话是个指咱啦哈。或者诸众生，应该这个众生不是个指他道的众生，合该是这个指人间道的众生。哦，
伊讲心不生希望，所以我咧讲吼，你唔知要相信无啦吼。咱这个修行吼，那是讲你今仔有皈依的话啦吼，啊你拢无要深究经藏，你想你的心会希望的未？会未？我咧讲会，无迄个正直心。但是现在这个佛陀是在跟我们说，在末世的众生没希望、哦、我曾经不知道写两句的，可能有写到的那个叫佛地主若不读经，有写良心在半天，会不会你自己想啊，是无要读经哦，迄、那个真正迄、那个良心吼、哦，现未出来。啊，那是过一年无读经哦，我咧讲你的良心无那飞去半天，因三日无留八成秋。哦，所以咱这个众生的这个希望心吼、哦，要完全弃除，有一个正直，我跟你讲有那真困难，因咱的妄别太深。你才讲白杂话，你嘛讲出来。当你心过病痛，医生甲你讲者，你的心就动摇。我咧讲，众生是正常啊。但是那是已经有真正入地的菩萨都唔敢有这种甲你讲，心过病痛啦，一种环境的变化，啊，你心思都动变啊，变动啊。那已经有真正入地菩萨都袂安尼。所以伊即嘛即句话哦，吼，即句话吼。伊讲末世的众生啦，吼，心无生希望的众生，佛陀讲这个人，就是现世菩萨。啊，所以人去尊称讲，如众尊称讲菩萨啦，迄是伫伊必要鼓励咱有这个菩提心。啊，了解无？啊，无咱几个菩萨，我请问恁，红叫你敢未歹势？歹势歹势哈。那讲啊，某某。波波菩萨，人较早有一个陈那菩萨嘛吼，迄摩诃萨咯，陈那菩萨，为啥较来得其中一个？啊，所以咱即嘛讲基师，有阵咱有来忏悔啊，基师是基家大师咧，啊，咱菩萨是在家菩萨啦，等于嘛是发菩提心度有情的众生，上界无你嘛爱样自度，啊，通去度别人，做人间的模范嘛，叫做基师嘛，嘛叫做菩萨，但是有时咱的心并无达到迄个纯净。哦，安尼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，就是有希望心就对，希望虚假心。但这种的人，佛陀甲讲不生希望心的人哦，佛陀甲甲讲，这个人才是真正现世菩萨。哦，所以咱就要调迄、那个调这个方针行了哈，调这方针行是讲咱修行哈，卖虚假安尼。该念修就修，该念精进精进，该念忍耐就忍耐。啊，唔通为着一点仔小事咁骗，你骗你要从啥？哦，安了解吼、哦。所以即句话是讲，你若是无希望心，就是现世菩萨。但是有那爱有供养行三福功德，已经太圆满安尼。今物我甲大家讲一下吼。无论你今仔日含咱佛法中的三宝弟子做伙，还是讲今仔日含社会人士做伙啦，拢总袂要紧。吼、哦，你对人有一个亲切感，这点代志你就对啊。阿卖欺人，那讲这个人，吼、哦、含迄个人，你家己分别心。啊，这个就伫阮内地人，唔免安尼，除非不得已。那你忍着伊安就好啦，因为世间现实社会是真无顺啊啦，世事这个代志，有时阵人讲一个讲，万一来讲倒夹到你的心情要安怎呢？哦，迄、那个问题都另当别论。啊，那无吼，你应该对待每一个世间所有众生哦，你拢一视同仁，看会当引导伊含咪好讲，引导伊通好修行安尼边，我想是安尼较对。吼、哦，啊，那是讲万一有一点啊，大家叮当吼，应该有那是有忍辱性。不过忍辱性歹修，
伊那甲你骂一句，你无应嘞，我着忍着两句，忍着三句，忍着四句，你着忍着袂来啊！哦，那么这种人只有不理他啦，安怎样无？不理他，卖结恶缘，和旁观的人甲咱看啊，这个人真正是修行人，真正是佛弟子安尼，安尼人着对你一个好感。所以我即马甲诸位讲一个，这个的情形哦，有那是你个供养佛哦，听无？就像你个供养佛哦。所以我唔够不时讲咧，我今仔日天天一礼拜谢一日，我嘛是个供养师父啦，熟悉的啊，这是熟悉的代志啊。哦，所以你今仔日若是讲对人真正用平等，卖讲有分别心吼、哦、来对待世间吼、哦，合该应该是有那个供养师父啦。安尼有那是未来你所累积的这个行善诸佛。哦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吼、哦，对三宝必定要毕恭毕敬安尼。哦，这是熟悉的代志。比如讲，唔免讲啥啦，今仔日咱甲救生吼、哦，来放生救生，这都供养佛啦。因为佛有这个啥无量慈悲嘛，我管你都听有啊。咱顺佛的无量慈悲心来甲伊救拔海，下当量力救拔海鱼类，也是鸟啊类。哦，安尼咱我是供养诸佛的这个大慈悲心。第二就讲，海动物，互咱甲放生。可以经过佛法中的几种手续过了，也当未来解脱。安尼海嘛是咱的未来所供养的成分，哦，应该都注意咱这个道理嘛。所以先甲讲供养行善好，功德已圆满。虽然有多方便啦，吼，多方便就讲，伫个供养佛的中间有各种的这个方便法，放生嘛供养啊，供经嘛供养啊，听好无？你敢知我头前点两把点点什么意思？你敢知我敢有甲恁讲？我你讲，咱这间讲堂有何法？第一点就是讲替灾护法，佛前供佛。安听好无？功德是随顺因。第二就是除了恁在人在人众以外，才有真济会当来听经闻法，即连界众生。伊即嘛贵只贵，看到就入来。入来了，伊就知影讲，每礼拜下拜日，也是当时会来讲，伊即马就来听。啊，若无呢，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内底遐周边的这个菩萨鬼王，无奈带着一寡较高水准的这个兄弟啊，我讲兄弟知啦吼，啊，另间兄弟即马来听。啊，所以咱若随顺，佛前甲供一拍顶了，求佛得解放，讲只供顶的功德拢因的。安尼伊嘛真紧解脱，这个叫做啥？这个佛法中而这个方便法吼，有真济方面。佛陀叫咱供一个香嘛是方便，佛陀当结缘，供一个花嘛是方便，供一个茶嘛是方便。因为反正你对三宝，那有一个直接，无论是小问题，拢总方便安尼，拢总会当合理未来先佛陀安尼。那像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啥，明华莲花经吼，讲你若是念一句南无佛，时间搁较长哦，这个精气静了了，你有哪会成佛啊？安尼念一句佛就好啊，安尼有哪会成佛啊？但是时间真长，安听有无？啊，你若去度一个众生，当然这个就开始菩提心结发啦，就一个已经会当来引导众生。归入到这个个净法了，哦，所以这个佛法内底有无量方便，哦，啊，但是无量方便中，啊，你供一个果啦，供一个水啦，哦，还是讲你今仔日要食一顿饭，还一个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僧、供养一切众生，这个无论是无量方便，你唔通无念，哦，这个叫做啥？虽然多方便，但是这个就是拢种改变随顺地啊。在工课啦，哈，供养行善好，功德圆满，虽然有多方便来讲，这个有那伫个随顺未来要成就圆觉的这个个圣地安尼，就是要给诸位各种的这个方便法来，这里拢可以给咱未来解脱之道。哦，这个唔同对，你读一个经，我今日读一个经要回向嘛是方便啦。哦，这是熟悉的代志，啊，安怎样哈？哦，这个是佛陀无量方便，这是啥？一切佛的慈悲啦哈，
即马来哈，咱来个看，但是话即马下边七种叫做唯德自在种啦哈，下边七种，上种以明行为自由，不得金明行法。行为就是个头前个讲迄个啥呢？什么凡夫诶随顺觉性啊，迄、那个地前诶随顺觉性啊，地上诶随顺觉性啊。但是即马下边这段是要讲安怎样进修。诶，这个方法，啊、哦，就是修业，来决定修行的法门啊。但是本宗是单法门，下宗是啥？佛法门，佛法门是相法门啊呢。相法门哈，下面唯德自在者，因为这个是唯德自在菩萨，就是内心已经具足。完妙之德，因为这个是摩诃萨嘛，哈，十大在是当中十几个菩萨，当中是摩诃萨，所以这类唯德菩萨就是那一个古完妙之德。那么这个外会当现庄严，叫做唯。那么这个菩萨行无中，行无外，唯德已经成就。这唯德就唯一的德啦哈，唯一圆满哈，故称自在安尼。但是行无缘觉相应，就讲依家行法修行，因为这段是要实现了个修法嘛。就是以本身所行的，向未来成就缘觉，而这个基本道理已经有相应安尼。哦，所以呢，这个。为得住的菩萨，他来问讲众生要达到这个圆觉，安怎样修才相应啊？哦，这段意思是咧。今麦来哈，吾是为得住在菩萨，在大众中即将做起顶礼佛像，又绕三匝，终归插手而别佛言。大比世尊讲为五等分别，如是随顺觉性，啊，令诸菩萨觉心光明，成佛原因，啊，不因修习而得善利，安尼。那么这个，照以前吼，我即嘛是这个经文内底，我先讲一个啦哈，这个唯德自在菩萨吼。头前即句，这个菩萨伊头前伊迄段已经有解说过啊。伊准伫大众中，忽然间伫迄个座位爬起来呢，座位爬起来，先来顶礼佛足。我有甲咱讲过，他到遐放伫佛尊的脚盘，就是这个唯德自在菩萨的他到遐啊，放伫佛陀的脚盘，这个叫做顶礼佛足，安怎样吼？哦，那么了后。伊甲佛陀安尼洗三年，这是大礼哈。啊，甲个中规插手，这个插手就是合掌，规礼了合掌安尼。他甲佛陀讲大慈悲的世尊，你，吼、哦，讲为我定讲，这你要详细甲阮在分别说明，如何随顺发生安尼，随顺这个觉性。你去哈，是安怎样是一种觉性？何在菩萨的觉心会当来光明安尼？今仔日成佛的这原因，这原因等一下讲下，哈、哦，就讲有讲过，无因为修习就会当得到善利。啊，所以以前嘛讲，无因为修习就会当得到善利。啊、哦，那么这个原因就是佛音说法。对于这个法义上非常圆满，啊，有这个真好听的这个音声，这个才叫做圆音安尼，哦。但是闻就是随类得闻得解，安尼叫做圆音。安怎样随类得解呢？譬如讲佛陀佮讲的吼，因为伊一句音声出嚟，譬如讲听众中若有人接着这个布施功德，伊这个音声出来，并袂讲一句话。迄、那个众生有这个布施的执着，伊即马在迄个音声透起伊的声念，就一个破伊布施执着。但是如果有众生对这个戒行未解圆满，即马迄个人听到佛
佛陀一句话，就是给解讲，你戒行无原本袂使，偏偏一句话哦。如果迄个众生笨蛋笨蛋的话啦吼，即马一句话出嚟，互迄个众生听，就是变精神，精神的法语。我管恁听好无？哎、欸，安尼叫做啥？叫做随类的戒啊。哦，唔比咱凡夫计讲个字字一句，安尼计讲安尼概念嘛吼。所以即马来，即句讲不应修习而得善理吼，就是计讲咱人的自心本来完整，自心本来是真完整的一个佛性，唔是因为惯性较开悟呢。即句惯吼，就是啥呢？惯教的意思，啊较行持，惯教行持啊较会开悟，吼、哦。因为咱人的自性本来是非常的固执完满嘛，就是因为差在迄个蒙蔽问题尔。哦，咱的佛性伫以佛法来讲，众生叫做在地如来，嘛是有如来性完满固执的如来性，但是佛都是出地如来。所以即马一个问题，讲要安怎出地，这点比较重要哈。但是今仔日你都讲安尼，讲自性完教非依惯性。吼、哦，才易开悟，开当容易开悟。唔过呢，今仔日，吼、哦，成佛道讲为分别，即马来请佛道，你阁敢分别说明一下？虽然未修习惯性，虽未修习惯性，有哪会当决定了的？决定信入，安尼才叫做善理。吼、哦，即马即个是阁再请佛道说明，分别说明一下。这个就讲安尼，有文法定哦，安尼才叫做善理。这句善理都有几种的解说，吼、哦。头前这句是讲不为修习而得善理嘛。不过今麦呢，他讲安尼，决定有信任，这句话有信任，安尼才能得到善理。但是文法定哦，安尼才叫做善理。五中之乐，吼、哦，五中之奥，安尼才叫做法理。啊，就讲五中之乐叫做法理，因为体会出来。佛陀所说的话，也是讲这个经义内底咱看有，安尼较叫做法理充满。啊，若是经典看无，我甲你讲，你会懊恼，哪会法理？我看你唔知恁相信无？啊，即嘛就家己会自惭愧，讲我较会根基才浅，才话较会贯通未来安尼。啊，你家己会认讲我较会根基才浅，啊，较会贯通未来，即、这个就是内心有一点懊恼。懊恼啥？懊恼家己的境界无够，安听好无？这真自然的嘛。啊，但是如果今仔日咯，咱这个经典去看，或者是讲去听，但是我听会来安尼，安尼当然这个叫做法理充满，哈、哦，安怎样哈？安了解哈？即马来下面哈，即马来这段那是唯德自在菩萨讲啊，用世尊。比如大乘啦，即马即句话是要甲讲如何渐次修啊？即马即是变安尼哈，你来看好哦。谈到迄个是讲无修无证哦，哦，啊，即马即个是讲，比如大乘，我有数闻随风来者，非此一路，一切菩萨庄严佛国，即成菩提，非一方便。唯愿世尊讲为我等宣说，一切方便渐次。所以我注意体会哈。定修行人总有几种，今啊令诸佛菩萨及末世众生求大成者，速得开悟，尤是如来大劫的上海，作是以是五体投地，如是三清将于佛世安尼。今嘛，即个我先简单做即个坚固的即个个说明啊，伊讲世尊。比如有一个大城啦，哈，因为有这个都市哈，在当时哈，这个人众大真济的人的周边有一个大城，一个好在众在人众的出出入入，但是城拢有分在东西南北的四城门，哈、哦。那么伊讲四城门呢，不过诸方买来的，不是干那一条路安尼。就讲城外买入城内，会使人不是一条路。啊，伊即卖下面这段是个比喻啦。伊讲一切菩萨咯，啊，所有的菩萨要庄严佛国，
哦，因为这个庄严哈，庄严佛国就是讲，和伊未来的这个依报境，包括依报境听好无？因为先佛了有一个正报的法体，一个个法身，正报一个报身，啊，甲伊应住的一个个自受用，自受用国度。迄、那个自受用国度是无量，而且诸宝所成。哦，那么即个讲，即、這个菩萨要庄严，甲伊本身未来成就即个佛果，啊，甲要成就菩提，而且个大业啊，当然唔是干那一种个方便法而已呢。哦，但是唔是干那种方便法咯，讲希望世尊啦、啊、吼、哦，你甲阮讲，哦，甲阮讲。既然不是这种方便，你跟我说一切方便有多少方便啊，要怎样渐处行，渐渐修法起来、哦、并且呢去修行的人呢、哦、在修诸方便法门的在修行人拢总到底有几种方便让我们修法，让我们这个法会中的这菩萨以及未来的众生、哦，在未来众生去求大乘的人，会当较紧开悟，因为修方便法，佮较紧开悟的这个方便，甲阮讲讲的安尼，哦，互阮下当，尤其就讲，互阮下当入如来，这个大智灭海的，这个叫做陷害。所以伊讲话了啊，五体投地，佮在三请安尼，哦。这个是照这个文句来，这个说明的这个、文字解安尼讲，但是下面较讲安尼，这句求入大乘是必当然，是要入城门来，这必定有有数文安尼。有数文这个吼，以前来这是甲咱讲，万格必须彼地相修啦吼。但是这个数文吼，我伫经典中够找到这个法句哈，即马注意哈，要入到这个城来，就要求未来成就福德。哦、有真多方便、哦、但是这个素文哈、哦，已经嘛给咱单字一个处事了哈、哦，单字一个顺序哈、哦。第一叫做发心，叫做发心门了哈、哦。第二叫做修行门。第三菩提门，第四涅槃，那么这句发心哈，发心是安怎？譬如讲，迄个十信中间吼，有一个叫做发心珠嘛，吼、哦，会记着。今仔日吼，若无发心，袂当控制咱的心。我讲恁听，恁敢听有？你若是无发心，譬如讲，我今仔无要修大乘，我先发一个四方誓愿。啊，你唔通这四方誓愿，甲袂记着咯。因为你即物就讲，我伫佛前就已经有发四方誓愿的心。哦，众生无边誓愿多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福德无上誓愿成嘛，哈、哦。已经有发这个愿了，这个叫做发心，发心入发心的门安尼，就是实在去发心安尼。那么你发心以外，以后呢，你就爱修行。修行要修什么行？比如讲，今日你着法门无量誓愿学，咱今嘛就是徛在这个立场里啦。哦。啊！但是除了发，这个个发文无量誓愿行，就是要求智嘛。所以求智就是一方面求智，一方面是要断烦恼。就是下在迄句下面迄句讲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一定要修断烦恼安尼。哦，这个叫做修行啊，断烦恼叫做修行，啊，度众生叫做修，行菩萨道叫做行安尼。一定要入修行门，就是自度兼度他。啊，所以这个自度兼度他修行门是包括啥？
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安尼听吼，哦，即句是安尼。但是即马来哦，修行较菩提较有可能觉哦。这个菩提叫做觉，也叫做道。你有实在修开觉，哦，因为你头前才发菩提心，修菩萨行，菩萨行就在慈悲行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即马来开始当进入到这个菩提之觉性安尼。这个是处事是安尼啦，吼。但是你有觉，将来开始当达到涅槃。涅槃就是解脱的意思，但是这个涅槃不是干那小涅槃，是大涅槃的这个佛道。这个书本是四个顺序，第二好，大家一定要照安尼行。好、哦，唔通讲我今日有发心，啊，都有加紧就安尼就好啊，唔是安尼哈，一定要量力，量力实在。啊，所以修行吼、哦，会记住第一，修就是断烦恼，气未歇。一定要，唔通讲今日听另外一尊一行啊，讲话一行，安尼袂使讲，安尼就唔对，安尼就是自欺啊嘛。一定要有真正这个心来面对一切，安尼才对。吼、哦，啊来为着这个身躯来奉献了所有众生，唔通讲安尼听都一听，啊另外当伊伫社会去做做代志，都安尼无啥啥。我你讲安尼不对啊。所以人的德行吼。人的德行是建立在建立在的真实的哦，你敢知影？不是讲今仔日哦，听讲我去修行呢，你若无表现出来，袂对啊！吼、哦，一定要建立在嘞哈。所以今来对吼，伊是去讲冤家必定爱比地上的处人啊对了吼。比就是救度，地就是自己建立地点。啊，但是你要自己建立地点吼，会记住你若无道行，那无可能。所以叫做文殊修嘛哈。啊，叫做啥？叫做戒定慧，这一定爱安尼。所以这不是讲讲讲就煞去。我跟你讲，有时阵吼，我本身也是有讲到一半句啊，一寡较粗话，我家己嘛真烦恼呢。有时我那讲混球嘛哈，对哈？这个乌龟生王八蛋，这么粗话呢？叫讲遐那粗话呢？安尼袂使真，遐那叫做恶口呢。你敢知？遐那真严重。哦、所以我尽量有那会小心，不过吼、哦，看到现实在，迄老爸不生老爸啦，叫吼迄囝咧不生囝咧，我属实那体质令人悲哀，所以有阵会口业做出来，哦，这安那无对啦哈，安那这就是有过去恶习的咧，哦，这安那无对，所以咱大家尽量吼、哦，我甲大家共同求得圆满安尼较对，哈、哦，所以一定爱有一个确确实实落去落心。戒德啦，断德啦，吼，这个一定爱安尼。但是现在来在讲求圆觉，这个圆觉有哪知影嘛？就是佛陀最高究竟叫做圆觉嘛，吼，一定爱必地相修。吼、哦，啊，才大家好为故障。现在这个随风来者，吼，飞起一路，就这个比如菩萨修行的，不是干那一种方便安尼。注意，我即马甲大家讲一下吼。你若今日即要讲讲经，你即马来经句佛经内底有写着的，有迄个无量方便，你拢甲讲袂要紧。伊兴趣多一人去做，重点是方便，但智慧大开发，听好无？放生是多吉利，降火是庄严相，听好无？布施就得弥勒佛啊！这代志你甲讲，你小小去布施，你未来福报就增强啊！安尼讲，多方便讲，讲看伊要兴趣做啥就好。无你念佛嘛，不要紧啊。人最悬的方便就上升境，讲你念南无弥勒尊佛，伊就要甲你救啊。这上方便的嘛吼。啊，你若佛前供香，就真方便啊。这种会当含诸佛菩萨界，你着三条香，你是初人吼，三条香茶供养佛，记住咯。第二供养法，第三句供养经，安尼就供养到三宝啊！啊，即嘛一捧一张花甲捧起来，吼、哦，啊，就甲念。我一张花要供养三宝，搁甲插咧，啊，三宝一年就深啊嘛。会记者啦，人较早一个兵婆都讲，人看人个财政，伊家己无米啊，等于出人啊米红蒙一个米甲坑咧。伊都尽心啊，伊都干存迄个币呢，甲藏落了啊。大家人为主主的，有那财政有对嘛？
到尾伊命终了，先去天上。哦，安怎样？啊，那是未来，伊都是讲我三宝未来，这个幸福都一年都够啊。所以这个叫做修菩萨行哦，唔是干那一条方便尔。啊，你要讲菩萨行，要讲我众生听，嘛唔是干那一条方便，因为佛陀来这八万四千法，有无量无数的方便。安听无？就我头先跟恁讲过一句南无佛，就未来的幸福了嘛。听吼，这句言经就幸福了，就你凡夫起就是安尼来啊。哦，所以这句话就讲。今仔日你要说到也是无量方便，唔是讲今仔日直接去讲大乘法，啊，即嘛都有大乘法，你去什么去比地相闻，一定爱搁再有真济众生，要好即个缘会当正常，我来用无量方便来度因安尼，哦，安怎样吼？其他要注意哦。但是初中佛国啦哈，就是比如世间的国家有土地人民，啊，有无？一切菩萨庄严佛国，这个这句话去讲佛讲哈，这个是唔是计指世间国家具有土地人民之位啦？唔是计讲安尼啊，就是菩萨度众生，哦，众生皆有福德啊。安尼看有哈？今仔日你无正因哈，我跟你讲你无福德哦，我无骗你。哈，这个我长地那边有讲过啦哈。咱国人哈。咱国人拢有一个啥呢？咱国人拢有一个福田，咱国人拢。如果你若是要甲伊种，伊就会生团。比如讲，本来你的福田是，咱若甲当作讲封存就好啦，封存就讲一角啦。安尼你甲布块淹下来，即地你甲布头。这地就好啦，卖讲我大地啦。你甲播个，准讲你播三丈，安尼就好。播一亩、两亩、三亩、四亩，安就好啦。卖讲我大，一亩三丈，伊发起来，头啊、叉五啊类三丈，就是输啦。你比如讲，你有一输啦，播死就好。量力嘛，咱个播死量力。啊，我下当多偌济人，我甲招来做八官差，安尼等于点一点啊福田嘞。等于你今仔有去点福田，即马即个所生团起来三丛变一亩，一亩应该变十几丛。啊，这一亩发出来切个四丛哦，下发起来切个应该差不多半碗。我讲你听有哈，半碗。啊，这么你半碗搁再加点，你的福田就扩大伊啊。你安尼，半碗的切个搁好变五啊。搁个点火出水，我怎么跟你讲哦？可能你收起来有一碗公，啊那无反射有五碗，今麦来你搁个点，福田愈大，今麦搁第二种，所以你今仔这个福分哈，无论多少，你唔通安怎，唔通浪费，啊唔通讲有益三宝的工课，你拢点点点，不可这样子。那安尼，你福田未扩大，到尾有贫穷相，这是必然的代志。因为你无种，就无得有舍。那以前干法来讲，有老方哦，是有舍就有得，舍得嘛哈，有舍就有得。啊，你那是无舍无得。今仔日我愿意说法，我得的是啥？因为我这是伫这个比地相稳中，第一我会当。体得体会佛经。第二，我会当含诸位结缘，唔是含诸位结缘尔，将来佫可以发界为生大，我一人看到。这个算唔是我去正福田，是唔是呢？对哇、啊。啊，一个小小的身躯，会当含无量众生结缘啊！怎？哦，安尼是唔是再发相思的福田？咱注意一个字，你有一个福田，会当扩大加进入虚空一段。我无骗你，佛尊就是安尼出来，所以佛尊是比地相闻，广大无量众生，他得到这个遍虚空法界的这个大福报，这个叫做报身。除了伊庄严伊个人的净土以外，伊搁在庄严伊身躯，净报体有三十二相、八十种随行好啊，三明四地五眼六通，迄、那个自然的迄款。一关系的主性体的很多还带起出来。
哦，所以即马即句话大家注意讲一下哈。爱惜吼，但是有哪会用种吼？听无？卖浪费，会欠欠，吼、哦、啊！家己用爱用，吼、哦、啊！伫这三宝中，也是讲厝边隔壁有人有不幸的代志，你唔通目睭睁点点，吼、哦、睁眼闭眼不可以，吼、哦、放开眼光，该救度，该救，这个要注意。所以今来这个讲，何众生该有福田，这个是方便八中。众生拢会当得到福田，这个就是啥？就是这个个庄严佛光。因为你今仔会当种福田吼，自然你未来的这个，这个叫做依报土啦哈。像佛陀的国土是啥？叫做莲花庄世界嘛。迄外面殊胜庄严呢？迄那不是平平是佛看无呢？敢那菩萨都看无，你了解无？但是菩萨要看，有是看啥？看迄个福德和伊的他修用途，迄度福德的庄严即个看。但是有福田来。那么你若要用世间法来甲比较吼，你今日若愿意布施，你未来伫世间有一个大福报，你的环境和别人不同，这是必然的嘛。你甲想讲，若有迄个带着一个啥呢？一个别种过来教，先让人安尼，迄个嘛是人过去有福啊。过去有建福殿，啊，有个人一间家厝啊，啊，就三日刷东，四日刷债。我管你敢听，计租厝就三日刷东，四日刷债嘛哈。人家你契约一个月呢，还是讲契约一冬呢？啊，人看你若无改，人就叫你搬搬走。啊，若无就要甲你起价，厝租要甲你起价，迄伤脑筋呢，听好无？啊，有的是家徒四壁，有一间厝是无，就住四片壁呢，啊，尽管乌白家家安尼。哦，迄是安那过去无建这个。报是因啦，今仔开变安尼，了解无？迄贫穷有贫穷报，有贫穷因甲贫穷报，这是必然的嘛？哦，所以真来这是去讲佛陀的这个净土啦，哈、哦，是有非常庄严的这个佛果。会记住咯，咱即马讲的是用安尼哈，幸福度迄个物件，但是一定爱，真来这是简单讲，一定爱比比相温。哦，迄个比就是救度众生啦，哈、啊，这个比就是讲安尼。那么这个庄严佛光，比，哦，比啦哈，啊，成就菩提的叫做地啊呢。你今仔日若是无读经哈，我跟你讲，你要有智慧也无可能，啊，叫你发顶顶救度众生的心也无可能。我搁甲注意讲者，你若拜佛，心无奈柔软，你注意一点哈。你若不断拜，你自然心吼会感伤啥？感伤众生悲乐的痛苦。我讲你听无？你着看众生伫个放火、杀人、抢劫。啊，即马社会较变安尼咧。我甲你讲，想得你着流目屎。是啥物原因？就是你的自卑心生嘛。啊，自卑心生是讲众生今仔日安尼是不明事理的、不明因果。你这样就讲，我要如何去来调理这个世间？起来调理这个国土，你就你得想做这些好。这个国土哪会清净？我死我都甘愿安尼，安尼算是大慈悲心吗？听好无？所以你若要拜佛咯，你不是来拜佛，自然心就软。你甲佛陀供顶，你得开发智慧，是光明的心得起来。所以我叫那个供顶呢，不是无呢？哦，我伫讲堂嘛，一个供顶呢，不是无啊，伫咱讲讲堂。哦，你要注意，所以这个比成就较会当成就，因为这大菩提就是无上正等觉啦吼，啊有智慧，一定爱安尼比呀，成就菩提地呀，庄严佛国就是比啦哈，因为爱有无量众生来到你的佛国，受你他是用土来加以教育，哦，不过是初修咧，根性是无平等，较随根五入，安尼叫做方便多闻，故。文会议了呢，好，好了，明天顺好啊，阿辉他去讲，阿辉阿哥，阿辉阿哥不会给人的嘛哈，没有吧哈。